进车脱洋各就衣服为出处。哇，今天的天色很美。Hello, welcome to my YouTube channel。今天我要把我的旧衣服回收到 H&M 和 Uniqlo 的店里。这一包是要拿去 H&M 的店里回收的。这一包是要拿去 Uniqlo 的店里回收的。H&M 可以回收各种品牌的衣服，但 Uniqlo 只能回收自家的衣服。那就和我一起到店里去吧。喜欢的视频就按赞、分享、订阅哦。